维新圣教宗主混严禅师18号在文化局的演艺厅办理易经风水讲座，吸引满场乡亲信众到场聆听。过程中，混严禅师并致赠陈福海县长大同礼运篇书籍一套，同时祝福到场乡亲平安，世界真和平。这个是书呢，现在送给县长来指导我们。今天我们邀请各界给我们指导，给我们的扶持，还邀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一起来理解风水学，理解易经，理解宗教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。混元禅师常年弘法，创立维新宗，2007年在台湾禅机山为易经大学奠基，创立全世界第一座具有宏大规模和实体校址的易经大学，致力于弘扬易经风水等等具有文化精髓和佛学思想。